if you know that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汤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玩一款独立恐怖游戏，这款游戏的名叫做 Broken Through。那么先来看一下这款游戏的介绍吧。故事情节：七年前，你最好的朋友利奥神秘失踪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事件发生七年之后，利奥因无人能找到他而被宣布死亡。现在你拥有了他的财产，但他的东西似乎有些不对劲。有人说他还在外面，还有更多。那么这是一款完整的心理故事，丰富的恐怖游戏体验，将恐怖现场与梦幻般的视觉效果与怀旧复古主题融为一体。任何时候在这个世界上行走都要小心谨慎，不仅仅是眼睛看到的东西。好的，看到右边的游戏画面的话，这款游戏感觉上还是非常不错的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游戏来看一下吧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我们已经进入到这款游戏了啊，那我们直接开始游戏吧。那么这边就是一个大概的故事剧情啊，我们的朋友 Leo 他是失踪了，但是因为没有找到他人，所以宣告死亡。但是我们还是要找到证据的，因为毕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失踪了，到底去了哪里，他也没有任何迹象啊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寻找他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好吧，应该就这些东西了。谢谢你过来，我知道你和 Leo 关系这么好，他会想把他的东西都交给你的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想我现在应该回去了，路上小心好吗？好的，保重，拜拜。哦，所以现在这些东西全都是料的东西，我们现在得把这些东西拿上，因为我跟料是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把他的东西都带走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上车。还有点意思啊，这游戏。哦，我们要开车，我们居然还可以开车，我去。来吧，看开车吧。开车回家之前顺便去711买点东西吃啊。路上有点饿了，大半夜的。那我们看一下。哦，在那边200米，它有标。好，我们去711买点东西。好的，我们到了 711,Let's go。把车停好。好，我这车停的真漂亮，真完美。Here we go. 好，来找找看，拿点零食啊，是不是随便拿呀？这有薯片。嘿，我只是来买这些薯片的。好的，让我看看，一共是2刀。但是先等等，你真的想买那袋薯片吗？它里面没啥薯片，全是空气。也许你会对我自己正在开发的产品有点兴趣了。这是他自己开发的产品，零空气100%的薯片。他还推销自己的产品是吧？我甚至给他做了一个广告。我觉得我没啥兴趣，不好意思啊。你想看看广告吗？也许你会对他产生一些改变。其实可以选择 no 是不是？那 yes 吧。看看咯。这个人是这款游戏的制作人啊，就是这位帅哥。什么鬼？请你买它，买吧。好吧，谢谢。来，给你钱，朋友价。
三刀两包薯片。OK, thank you. 我就知道我是一个成功的商人。好吧，祝你一天愉快啊。拜拜。好家伙，我服了。买包薯片还看了个广告，还推销他自己的产品，我真裂开。但那薯片确实好像比那个大很多。我们现在回家了。我应该需要把这些东西都给搬进去吧？哎，东西都难道搬进去了吗？童年噩梦。在看电影，我操！我家怎么那么空呀？啥都没有。今天晚上看够了，准备睡觉了。OK, 好吧，我还是在睡觉之前都把箱子给打开吧。箱子在哪里？在外面吗？我估计。哦，这里这里。这都是书啊。啊，很丑的衣服。游戏。尝试在我的电脑上打开。这是画像。哎，走。那么我们去我们房间吧，应该。好的，来看看游戏。哦，这是游戏是吧？啊，来试试看。这什么游戏？这是 Minecraft 是吧？方块人。前面碰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长得很奇怪。You have a choice. 什么意思？游戏只能往前走哎，你说这款游戏代表的是不是就是 Leon？ 怎么天色越来越暗了？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么奇怪啊？不要继续再往下走了，他在好心的提示我吗？但我就是要往前走，这只是一个游戏而已。啊！什么东西啊？丑八怪！Beware of the man, it's a cult. 快走！什么东西？这是前面一个，这是怪物吗？还是一个雕像啊？He has broken though. 这不是我家吗？等等，这不是我家。任务逃离开这个房间。 Holy, 不会李奥被这个电脑游戏给吸进去了吧？这哪里啊？
我感觉利奥被这个电脑游戏吸进去了，所以说我们找不到任何他失踪或者说他还在的这个迹象，他被吸进电脑游戏了。 The game has just begun。 这什么鬼，我在这里能找到 Leo 你知道吗？应该是可以的。Finish four of his levels or undergo a fate worse than this。 完成四个等级啊，或者经历比死亡更糟糕的一些事情啊。To finish a level, locate the door。小心实体，我操，里面还有实体啊！活，哎，啥玩意儿啊？这是又到一个新的地方。As I crossed the bridge, I had tears in my eyes and I simply imagined myself dipping into the water and drowning myself. 过桥时我热泪盈眶，我只是想象自己跳进水里把自己淹死。 Tom Thomas。 什么鬼？OK， 我现在来到了这个场景是吧？过桥的时候我应该会掉到水里去吧，我总感觉。这是第一关桥，我真的到游戏世界了。这桥有点长吧？船，什么事？有人在说话。Part with care， 这啥？啊，这不是那个 ？Look through， 有个娃娃。挂着，什么意思？这原来是望远镜，我和这长得好，好恐怖，我也是个人脸了，面具啥的。哟，这什么？有血迹，把这个牌子给掩盖上了。这第一关也太长了吧 ！Oh no！ 哦。什么？在后面跟着我，哎，有人死在这儿，我靠！这什么？钟乳石？先走，先走，先走，先别管了。Jump！ 哇哈！我跳过了，牛，牛，这是。门呐、啊，石门呐、啊，啥地方这是？哦，我回来了吗？是往这边走吧，应该。这第二关啊，怎么又回来？Sometimes I wish I could just close my eyes and then be in a better place when I open them again. Tom Thomas。 这啊，哦，红绿蓝黄，数有几个，对不对？四三二四一，
看到他就立刻闭眼，按左键可以眨眼睛，其实是闭眼，按住左键应该是把眼睛闭上，我应该不要看到一些什么东西，如果有些东西不好出现，我直接闭上眼睛应该就没事。闭上眼睛，睁开，啊 ，Don't let them through. OK。啊！三关，好，最后一关了，还只有三关。当我和我妻子离婚的时候，我仍然能感觉到她在我身后，黑暗在我后面。哇塞！怎么在管道里啊？我人裂开。我们现在应该在匍匐前进。通风管道第三关。啊！啊！有东西在追我！黑暗在后面追我，四关。I'm done. I finished the game, and now I feel much better. I feel like a different person. The man in the coat. What?